四年级华文课，单元二，生活之旅，第八课，牵动人心的椰子，生字新词教学。本课共有13个生字新词，让我们一起来学习。主副，主副，词义，告诉对方记住该做什么，不该做什么，该怎样做，不该怎样做。例句：哥哥出国深造前，妈妈反复嘱咐他要好好照顾自己，时时保持联络。可在循环，可在循环，词义，可以将固体废弃物转化为有用物质或能量，再次循环使用。例句：这些可再循环的废物必须好好分类，千万不要随意丢弃。稀释，稀释，词义，在溶液中再加入溶剂，使溶液的浓度变小。例句：如果您觉得这饮料太酸了，不妨加一些水，将它稀释了再喝。不折不扣，不折不扣，词义，一点儿也不打折扣，表示完全十足。例句：雪宝一看见美食就忍不住要吃上一口，是个不折不扣的馋猫。昂，昂，词义，扬起，抬起头。例句：他没有被眼前的困难吓倒，昂起头，挺起胸，登上最高的山峰。迈开，迈开，词义，向前跨出脚步。
例句：雪宝迈开脚步，哼哼唱唱地走在百花齐放的草原上。赤，红。赤，红。词义：指的是红色，通红。例句：想起自己做过的傻事，妹妹赤红着脸，感到羞愧不已。委屈，委屈。词义：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或指责，而心中难受。例句：妹妹依偎在妈妈的怀中，尽情倾诉满肚的委屈。和盼，和盼。词义：河的岸边。例句：每逢周末，爸爸与志同道合的朋友相约到河畔垂钓。洁净，洁净。词义：指进店的小路，也比喻能较快地达到目的的巧妙手段。例句：成功的路上没有捷径，只有坚持梦想从不放弃的人才能达成所愿。沿着，沿着。词义：顺着一定路线。例句：沿着这条小路走到尽头，你就会看见一片花海。犹豫，犹豫。词义：迟疑，拿不定主意。例句：面对这么多的机会，我倒犹豫不决起来，不晓得该选哪一样才好。
涉水，涉水。此意，在浅水中行走度过。例句：一群猴子涉水过河到对岸，寻找更适合居住的树林。课后精华：家是我们最大的避风港，只要家人之间彼此关心与爱护，就能凝聚出正能量，共同打造幸福美满的家园。以上是本课所有生字新词，祝大家学习愉快。如果您觉得本视频对您有帮助，请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受惠。如果有缘，我们下期再会。